Hello，宝宝们，你们好呀。我上一个分享的安和内俊介先生注射鼻部玻尿酸的视频当中呢，之前院长提到了，现在有一种叫做 PCL 的再生医疗制剂，它要比玻尿酸更适合用来填充塑形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说一说它到底是什么。其实医生当时所说的 PCL 呢是它的简称，它的全称呢叫做 PCL 注射 Aliana Lifto。PCL 呢是它的主成分。那有些小伙伴呢可能已经发现了，它和现在最受欢迎的面部线雕的材质是一样的。没错，只不过线雕是将其制成了线状，而 PCL 注射呢是将其制成了液态。那注射 PCL 呢可以修正皮肤的凹凸不平，改善皱纹、额头塑形、鼻子塑形和下巴塑形等。一般呢会在2年左右内被逐渐吸收。当然了，这个会存在个人差异，有的人呢可能会更快一点，也有的人可能会更慢一点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可以增加我们注射部位的皮肤组织的量，然后还可以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的生成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